这是棵树吗？这是我一个人。这是冬天的树吗？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子。叶子呢？叶子在视线以外。为什么桦树喜欢它站立的姿势？做树活一辈子很累吧？累也要站着。没有人来陪伴你吗？有鸟啊，看不到鸟啊。听那翅膀飞舞的声音，在树上画鸟会很好看吧？我又老又瞎，看不到了。你根本不会画鸟吧？是的，我不会。你是棵又老又笨的树，我是。OK。支持一下。跟老哥去喝酒之前，我会拔掉电话。以前喝多了回来，总是忍不住给朋友打电话。酒后的我可能很难看，声音也刺耳。醒来以后才意识到，没有人愿意听一个酒鬼的胡言乱语。电话里朋友的声音变得陌生又疏远。在这样的酒后夜晚，我爱雷蒙德·卡佛。两个酒鬼面对面，写那没用的诗，没有羞愧和尴尬。我会一直一直提醒自己，喝醉之前拔掉电话。